怎么回事啊？本宫是多年没有来宫里走动了啊，宫女都可以坐到大殿上来了，对吗？哟哟哟，这谁呀？多年未见，看来身材是走下坡路了。本宫这屁股大是男生，皇上喜欢得很。哎呦，你是谁？哎呦，嬛嬛啊！可是你知道我们今天坐这儿来干嘛吗？就这档子破事，我用得着知道吗？啊，那就别知道呀。到底什么事啊？问家吉公公去。吉公公，哎，娘娘，娘娘，何事啊？他们说的一些大事到底是什么事啊？啊，你都不告诉本宫了吗？啊，没有没有。哎，你们这些宫女，多什么嘴啊？废什么话？哎，娘娘，他们多嘴啊，瞎说。长嘴，长嘴，好，长哪个嘴？你长了几张嘴、啊？这么多嘴，哎呦，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娘娘，今日再不劝他们不行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欢迎来到神演技学院。本节目由以下企业赞助播出。怎么样？我还是少女，少女，少女，云板压碎。恐怖生物神秘来袭，是什么让所有萌妹子都花容失色？敬请观看本期的 SM Hello。 耶、yeah! 好了，今天来到的是神演技学院嘛，对不对？对。那为什么要来到这个演技学院呢？因为呢，成员当中有一些个别成员他演技特别差，所以特别让他过来训练训练。因为我们这个是偶像团体嘛，以后都有机会，随时可能会拍那种电视剧啊、电影啊、大制作，对不对？所以说，作为一个偶像，要锻炼你的演技呢，今天就要让大家来学习一下了。我就随便举几个例吧。比如孔霄莹了。所以孔霄莹的演技是需要磨练吗？我觉得孔霄莹，给我一分钟，谢谢。哎呦，你要演什么的？本性出演吗？所以啊，你现在又进入戏了。在说什么呢？就你这大黄毛，好意思出门？干嘛跳夜蝶呢？夜空中蝶衣。对，确实，来，来，孔霄莹。好，那么今天我们来一个小测试好了，孔霄莹，你肯定不承认嘛？你觉得你演技怎么样？当然不承认了，非常好啊，非常好，是不是？好，我们来一个小小的考验，好不好？没问题。我们说什么，你马上就表演出来那个表情，没问题，好不好？中大奖了，奖券丢了，粉丝来了，好，谢谢，请回到座位。这个演技真是不敢拿出手来。其实我们成员当中啊，不光是有这个演技，像孔霄莹这种比较特别的，也有演技稍微好一点的，对不对？啊，对。就比方说刚才跟你那个对手戏的那个莫寒，你看，他以前也是 cosplay 出身啊，cosplay 就是把自己打扮成各种娘娘啊什么的，对吧？我还是少女，少女，少女。少女到底有哪一些这个特别的能人在呢？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我们的看板了。哎，这个我们有一位成员啊，就是正在参加一部偶像剧的拍摄。该剧的原班人马曾经拍摄了红极一时的偶像剧，那就是。哎，不好意思啊，各位，没事，华妃。爱情公寓。哎，这是原班人马拍的啊，所以说，这位成员刚出道便演了这个原班人马正在拍的这个新剧的女二号，那她就是我们的张雨格耶。厉害，所以今天他也没有来到现场嘛，是正在很赶的在戏场在拍戏，是对不对？是。那还有一位达人呢，他这个毕业于被称为电影明星的摇篮的名校和国际巨星赵薇是校友同学哦，赵薇哦，他就是我们的林思义。哇，哎，所以说他是这个和赵薇是同学，这个还真的是蛮厉害的啊。接下来，哎，拿出我们今天考验你的这个道具了。是要请我吃东西吗？对，请你吃东西，没那么好了。我们这个考验演技，哪有这么快给你吃东西？因为这个菜单里面是真的是菜名嘛。
在念菜名的同时，这个是毫无泪点。你如果能够真的流出眼泪来，就说明你的演技过关。太难了，这个考验大家觉得怎么样？可以，不难哎。超难是吧？陈思觉得你也可以是吧？我不可以。所以说，你看这个，对这个一般的人来说，这个真的是不可能的任务。好，我们一起来见证吧。没想到我们的成员里还真是藏龙卧虎啊，居然还有赵薇的同学。那么我们的林思义能完成这个苛刻的挑战吗？丁厅长，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山鸡，杜甫，太莽，银鱼，清蒸哈什马，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哎，别这样了，我受不了了，黄山，哦，你每一道菜名，都念到了我的心里，是真的哭了吗？让我知道农民伯伯到底有多么辛苦。虽然被抢戏娘娘突然闯入，但林思义还是在短短的几十秒内流出了眼泪。让我们再欣赏一次林思义精湛的演技吧。黄心管，哎，别这样，哎，别。耶，神演技学院，爷爷我来猜。哎，那么今天我们这个神演技学院的规则是怎么样的？随机抽取八名成员，分别分成两组，每位成员前面放置一个神秘箱，但其中只有一只恐怖动物，当然那个动物就是大蜘蛛蜥啊。成员是以演技骗对方混淆，真正拿到恐怖箱的成员哦。好，那么我们还要介绍一下今天参与我们这个游戏的两组成员了。第一组就是，我们的队名是停。棒棒棒！哇，好有气势啊！那我们的第二组是 ，Hello everybody，we are Team Turtle。哇，这感觉完全不一样。不一样。所以说都蛮有气势的。到底谁能够获得今天最后的胜利呢？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的表演环节了。第一轮挑战的这个恐怖的物体到底是什么呢？来，有请黑衣人。哇！真的是活的，看他们是活的，他会动。所以就是我们要让后面的成员看看清楚吗？哎呀呀，徐言宇居然泪崩现场，大蜘蛛的出现立即让所有成员方寸大乱。面对恐怖生物，成员们能否完成演技骗过对方呢？现在全场最悠闲的人莫过于我说前辈婷，你这个前娘娘了吧。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他们的表演了啊。首先我们从第一位开始，林思义是第一位挑战者。好，林思义准备好了吗？三二一，开始。胆子好像很大的样子啊，他是一种满不在乎的感觉啊。哎，这说不定他就是他演出来的，哎，说明他真的碰到了。对，他平时生活里是喜欢吃那种红烧炒蜘蛛、红爆大蜘蛛之类的。林思义的三十秒完成了啊。好，接下来我们请看第二位陈思的表演。思思，不要害怕，大胆的把你的手伸下去。好啊，陈思的三十秒表演也完成了啊，觉得怎么样？像吗？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到第三位了，看李欣彤的表演了，准备好了没有？三、二、一，开始。哎，
勇敢的，他们几个。对对对，好像他们都不怕，就手就这样下去了。让我要看看到底有没有。哎，哎呀，其实有，真有，我就跟你们打保票，真有，真吓人。好，李一桐的表演也完成了。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位，就是我们的孔霄云。来，哎，这个演技很拙劣的家伙，今天可以演到什么程度呢？接下来我们看看准备好没有？三、二、一，开始。我不知道霄云姐现在到底是演的还是。我觉得是小姐。发现我们这个第二队的成员已经在交头接耳了啊！李一桐还，李一桐还就想笑你，听见了。许佳琪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他不是，绝对是他，不是李一桐，产生了分歧了，他们产生了分歧，产生内讧了。好，表演结束，决定了没有？告诉我们你们的答案是。我们三个人都想笑的那种感觉。好，给你们最后五秒钟来决定，五、四、三。二一，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孔霄云。来，请四位成员同时表演。三二一，我就是骂他的。好了，所以真正摸到蜘蛛的人是李一桐。对，湘云姐在就是要下去摸的时候呢，其他三个人就像看戏一样想笑，然后又忍住了那种，就像看戏那种。徐渊，你觉得呢？你刚才看到他们的表现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是你发卡同学，因为帘子刚拉开，一开始的时候，发卡是那种在那边想笑，但是有点笑不出来的。我们就是想混淆着。对，为了混淆，我们都故意就是把矛头指向了湘云姐。把他们演完之后。好了，那么就要看我们的这个第二组的演技如何了啊！接下来我们换第二组。面对恐怖的大蜘蛛，第一组的成员们还是成功骗过了对方。没想到第二组的神秘生物更令人意外，第二组的成员们能不能扳回一城呢？就在 SNH 新闻之后为您揭晓吧。大家好，这里是 SNH 电视台，我是今天的女主播陆婷。我是曾艳芬。因为我们团里面的妹子有很多嘛，所以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平时的性格上面的差异。就像我平时是个非常急性子的人，然后曾艳芬呢是个非常慢性子的人，所以我们在生活上会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对不对？我们因为会有经常演出，然后在演出之前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妹子们会有一个严阵的一个，就是在气势上加油打气的一个这么一个行动。然后曾艳芬每次都会迟到，而且他每次都是穿衣服穿到一半，就是一只鞋套着，还有一只鞋呢还没有套，就赤着个脚，就一跳一蹦的过来跟我们圆阵。唉，你自己说一下吧，好不好？曾姐，你怎么看？其实呢，我要说什么？救命啊！妈妈咪呀！其实呢，我觉得慢性子也是有好处的，比方说，我说该去化妆了，或者该做造型了，曾艳芬一直在那里啊，还有说好，对啊，好啊，然后再继续吃面，等他饭吃完了，然后差不多快到点的时候，他才会下去。不，一般就是大哥在外面说曾艳芬呢，他在哪？他化妆没？我就说曾艳芬他上去了，我就在房间里面说。曾艳芬她上去了，但是你要知道曾艳芬是有口音的，好吗？不是，说不是，你说，你知道我说曾艳芬在哪里？感觉上一个化妆了，然后她那边曾艳芬不在，我是曾艳芬上去换衣服。你知道我们这边普通话不好的人就这么两个人，一个就是董艳云，一个就是她，我怎么可能听不出她的声音来呢？可是你说哦。我是说哦，是因为是对你无语了，好吗？然后张悦就出去说，这么烂的演技他还好意思。然后啊，我曾艳芬不在，已经上去了。然后今天呢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 SNH48 是由各种各样性格不同的妹子组成的，所以说我们才会有这么一个有个性的团体，大家以后要支持我们哟。谢谢大家。曾艳芬去化妆吧，走。来，请
了我们的第二轮的神仙学院，我也你来猜，来开幕。好，这次到底是谁会接受这个恐怖舞厅的挑战呢？有请第一位表演者徐渊宇，请开始你的表演。听这个音乐就感觉好紧张。哎呦！反应有点这个差异嘛，是他们是害怕的。好，徐渊宇的表演完成了。哎，我们的第一组觉得怎么样？其实也没有那么恐怖。绝对不是他、为什么？太假了。太假了，是哪方面觉得假？都假，从头假到脚是啊。好，那第一组对徐渊宇的表演表示很假。那么接下来我们请第二位的成员来表演了，他就是我们的何小玉。准备好了没有？三二一，开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问一下第一组，刚才觉得何小玉的表现怎么样？经过上轮的话，应该是因为他表现太假了，说太多了，后面还有两个，后面还有两个，后面还有两个。对，太假了，有可能是装的，是吧？嗯，哦，都有可能了。他们表现的自己害怕，其实也蛮真的，但是，我不想先看完后面两个再。看完后面两个再说，好不好？第三位成员徐佳琪准备好了没有？来，三、二、一，开始。为什么被嘲笑了？屁屁把你吃虫蛹的茎拿出来。热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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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徐佳琪的表演完成了，各位准备好了没有？三、二、一，开始。哎呀，哎，他们好像一点都不害怕的样子。哎，对啊。哎，知道不会演的人。三十秒表演，三十秒演不出来，再来一次，一定要演三十秒。接下来四位都已经表演完了，我想问一下我们第一组的成员，觉得四位哪一位是最有可能是的？可能四个中有一个答案。刚刚还说我浮夸呢。是啊，我就想选一个最浮夸的。哎，我们这个第一组的成员也考虑了半天了啊，到底是不是由你们的决定了呢？最后五秒钟准备了啊，五、四、三、二、一，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许佳琪。浮夸的演技好，我们请四位成员再一起表演一遍，来准备，三、二、一，开始。来揭晓了，三、二、一，哇，所以这组真正摸到我们的心意的是我们的徐言语。刚刚第一次拿出来的时候，他的演技很棒，对不对？对，从那个时候我已经入戏，开始假装自己特别害怕。哦，这是有潜伏的。其实我真的很害怕，但我没想到，他蛮乖的，我碰他的没反应，就帮他入。开心，观众朋友们，你们猜对了吗？原来啊，何小玉、许佳琪还有孙瑞面对的都是可爱的玩偶，真正摸到蜥蜴的是看起来胆量最小的徐言语，看来他的演技真是无处不在啊，成功为第二组扳回一分。
好了，刚才我们的这个两组选手都已经 PK 完成了啊，可以说是各胜一轮，是吧？大家都很厉害，大家其实我发现经过这一场演嘛，大家都演技都有提升，都有很大的提升，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神演技学院今天大成功。好了，为了继续提高我们神演技，我们下次还会有我们的神演技学院，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孩子们一起跟着老张打游戏，就像个